来喽。猜猜我在哪？哎，我现在人在西门町了。下午的西门町比较没人，好久没来了。你知道我来西门町干嘛吗？附近有在逛街的朋友注意到，我们在西门町。耶！西门町，好久没来了。对，非常，大概两年没来这里。哦，除了办活动之外，没来逛街，几乎。今天我们来逛街，今天要来促进经济。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在一个 Converse 的专卖店，今天我们要挑礼物给好朋友，你们想要吗？你今天有穿 Converse 吗？我穿的是特别的。哦，帅吗？帅帅哦。到底可以当然可以。哎，你也穿 Converse？ 可以哦。哎呦，好哦。我们今天都穿 Converse， 目的就是要来 Converse 这家店呢买礼物给亲朋好友。好，这家店是在武昌街二段，在这里，我带大家来导览一下好了。听说这家店是全台湾最齐的，就颜色啊、size 啊、然后 style 啊各方面最齐的。正确的地方在哪里？我给大家看一下。上至西门町武昌专卖店，是重新开幕吗？重新开幕。好。我现在在这家店呢，颜色非常齐。听说这个颜色，亮橘色，亮橘色，这个好像就这家店携带。哎，小乐，这双只有这家店有。哇，这个橘，你可以驾驭吗？而且写的，这个是我专门的。是吗？他之前就在跟我找对方写，是吗？都找不到。对。只有这一家有，就我就在问 Annie 姐，就问这个橘色，对，哦，对 ，Annie 姐，所以洪学长，今天他们可以吗？对对对，特别来，这家店尺寸最齐的，来找，所以连上海都没有了，上海我都找不到，上海找半天没有，好吧，都是我的，然后还有这一双鞋，小心哦，哇，六方黑公子挂不起来。这双可以吗？故意把手臂弄得很紧。我没有，我没有，我放松了。你放松？我很放松。有很放松？我很放松啊。你要看用力吗？我看一下用力。我是这样。放松前，哎呦！你这个有打玻尿酸吧？没有。打玻尿酸啊？玻尿酸会紧实？紧实。是打那个另外一个叫什么？不是那个叫什么？不是类固醇的，是一个叫什么啊？你看我们都没在整形。哦，有了，他可能是那个海绵体。你什么？不要乱讲话。哎，我们要看 size 啊！哎，你们想要吗？我应该要，是不是应该要帮你们买？要吗？哦，这颜色可以，这三款颜色好像只有武昌店 only。 对，武昌 only。 那武昌街在西门町，然后这边呢 Comfort 专卖店，然后是重新开幕。对，重新开幕。有我的 size 吗？有。那橘色因为等一下，服务员了。我可以帮简浩买吗？我可以帮简浩。简浩，你穿得下吗？道哥，如果你穿得下的话，我必须帮你处理。爽。他当爸爸，简浩，你有在看吗？恭喜哦，当爸爸。这当你的礼物啊。
好，哎、欸，那我就这两双好了。好，我跳过，这是我要的。西门武昌店看一下啊！哎，小杨哥要一双吗？你交几号？你十号半吗？把小杨哥弄一双，你处理吗？老魏，你处理了吗？我处理他的。你几号？我八号。我团队辛苦，所以必须要。你也有吗？你们自己挑，好不好？自己挑，然后等下做机盖处理。好，哦，好，来，你们要不要进来逛？这家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独一无二，就是货最齐的。好嘞，好，好，这边越来越多人看直播跑过来了，我们这样会不会分散资源呢？哎，好像我是不是应该关掉？太过分了，不会啊，你开你的，我开我的。哦，他现在同时双直播，双直播一下。
小米。哦，我这是干什么？你好，你好。我这是干什么？我这是干什么？哎，小明，你那边？我不要再下第二次。小明，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小明，你几号？你讲啊？9:05。可以中午拍照。哎，小明的鞋帮挑，你自己挑。好，小明的跟他做几个处理。好，来。一直点我，一直点我。好，谢谢。好，小明9:30。好。哎，立，洪威也在直播，我们也去吓他，双假装双直播，看他的脸。哎，双直播。双直播一下。哎，所有黑人的粉丝朋友 ，OK， 我是王温。截图一下好了，截图一下。哇！我也是，黑人真的是哦，从以前到现在哦，这个部分脑袋一直是有问题。哎、欸，你看吧，我们就是，我们是港州哎、欸、一组的，我们才吓到那个抖得很好，对，你看，我们就我们是一组，你们与我同在，我很感动。好，谢谢。好，哎、欸。红色的怎么样？哎、欸，他也，然后那个小明，你9:30嘛，你自己挑一下喜欢哪一双鞋，还要帮那个 Andy 哥他们都挑了吗？有吗？好，去登记一下 size， 打量哎、欸，我热血团队问一下，热血，你们在看直播吗？你们脚几号？赶快传给伟哥，好吗？啊，就挑那个好了，全部挑这个黑色和白色好了，有赛事的话，这个我交给热血，因为热血是以重黑为主，我来微信一下。可以吗？我微信给他们，好。你们几号？直接跟我说，我来处理看看。这样会太狂了吗？今天我就是来大放松。哎，看，我现在在 Converse， 你们把。size 给我，这个有那个吗？这个可能没有，帮大家弄鞋。好，女生版。我要送大家康威斯全黑的，好。这个好，哎，他驾驭得了吗？你觉得他驾驭得了这个颜色吗？不然就是军绿色也不错。原住民。哦，黄色是是吗？有代表凸显我们的肤色。你也是暗沉系列的。对，他一直怀疑。我妈生我的时候，是不是有去部落放松？你在骂陈妈妈？没有，我怀疑黑人妈妈有去部落走一走了。对，就生完我哥以后呢，可能就去部落放松一下。第二胎怎么那么黑？贪杯了，只能说贪杯。贪杯了，要求。哎、欸，我要这个。哎、
欸、我整个人、欸、我也是、欸、你也是我也是啊你也是哦那我不要这个绿色不错、欸、我也要大号的最大的有吗低筒的可以那我就低筒的了你也要高筒的对帮 Andy 哥他们这样对Andy 哥小伟哥 Andy 哥要再大个两个要垫鞋垫你怎么 How dare you 我都不敢说出口他垫他们现在最近垫到了185哇就比我高一点对高好啦很想你哦赶快回来 Andy 哥哎，帮龙龙也挑一下。龙龙十一号还是十点五？龙龙十点五。十点五。龙龙不用再垫了，再垫192。龙龙再垫不太高了。再垫翻脸。对，帮龙龙也挑一双。这双我就不可以了。洪恩，你表演的时候可以穿这个。比较炫，明天的你的河岸明天票卖完了吧？明天卖了。哦，那我就不用帮你宣传了。好，大家不用去，大家不要去，因为太多人了。河岸留言这个去了，对不对？扰民了。我要逆向的反操作，有没有？大家不要去，你们就会去。哦，可以哦。哦，哎呦，你转型了，哎，叫你比王力宏好吧？哎，几个力宏马上上线了，几个这样的动作，力宏跳得好，不要这样，我们讨厌自私族，你不要这样，自私族，自私族 ，Watch your mouth, OK？ 我们要对抗自私族。对，欠最后希望这个和平欠欠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有自拍。哦，哇，自拍组。欠你怎么还不来？欠，你不要这样。哎，你叫欠来，他就在对面啊。欠，如果你不来的话，你就没有鞋子喽。Right now, hurry up.他在试了，你看有吗？哎，你有帮热血也挑了吗？有，他们等一下出专卖给我们。然后葛黑哥这边最大是27，十一号就可以。套一下，套一下，外拿。没有我的赛子，也不用勉强，好不好？卖面给我，好吗？好。它是不是沾到镜头？是不是沾到东西？对啊。我先擦一下。难怪你今天湿的，你擦干净了吗？没有，它应该是好像有东西。我丢。对，很重要。对，那你去，你有没有湿纸巾？是。啊，你去厕所拿卫生纸吧，这样。我现在有雾雾的，是不是？有吗？三点水。哦，现在在西门町，这家店是武昌街二段嘛？武昌街，武昌街就这么短。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就跟人生一样。我在武昌街，现在没有，你这样擦。我不是这样。如果你们要来的话，这家店哎，这家店是应该台湾最齐的货啊 ，style 啊 ，size 啊，最齐的。我这个对，武昌街二段21号是吗？对。哦，有善心人士把它把地址打上来。Eason，Eason，这个要吓我，只是想吓人。
要吓人没那么难。刚刚经典的红恩已经被吓了。哎，我的要解了。好。我的呢？还有拿一双黑的都要穿，是穿这个穿，这个穿，然后他有拿在手上。上面有镜头会晃。他可逮到机会了，对不对？要吓他吗？他现在很专注在挑鞋，你觉得要吓他吗？瞧他紧张，哈哈哈哈！你没有学到黑眼睛，哦，可以，可以学到了，巧了，功力略浅，你那是不能用，你不能用真音，你要假音，然后嘟，有点假音才比较高音，你那音律没抓到，然后抱歉。2kW你说只挑自己，不是说要挑朋友？先自己优先的。哦，就自己要好，才能帮助别人的意思，是这样吗？哦，这可以啊，还可以哦，29，没想到。第一个就想到你 ，OK， Andy 哥。对，我帮你拿好 size， 我知道你要什么 size。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好，该还了，伟哥也有，伟哥，好。好，哎，那以黑为主了，就扫货，好不好？我帮我热血团队拿黑的，我自己也要黑的，好吗？啊，你要拿敦南，哦，敦南也要吗？对啊。敦南几号？我们等一下还要这边，对，等一下还要敦南店，我们要去当巡店了啊。哦，敦化南路一段那边呢，我们要去另外一家店，
就在 Eros 旁边，然后刚好去巡一下店，然后这边货不，如果 size 被我们挑光的话，我们在那边直接出力，好吗？瞧他挑的，你看他。我觉得他应该是要买大一号，试半天，应该是要塞鞋垫。我觉得，好，那待会敦化南路再见了。